今天吃点啥？打开冰箱看一看，吃一个小烤肠，放入空气炸锅，20分钟。我这个就是空气炸锅200度烤20分钟的样子。你们喜欢吃时间再长的话，可以多烤一会儿。出锅了，烤肠。我吃这个是黑胡椒口味的，现在多送5根啊，随机多送5根，可以蘸点烧烤料。还冒气呢，这种小烤肠烤时间越长越好吃，干巴了。它从空气炸锅里拿出来，这个皮儿就稍微会有一点皱。你看它冒气吗？这也太好吃了，再来一根，给你们看看，呼呼冒气儿，它看不见肥肉啊。